诶 欸，好像还不错，又好像有点差诶。这个违和感是怎样？这个违和感是怎样？对，那应该会赢吧？我带的是板子杀手诶，啊，这块不是号称板子最多吗？对，我踹烂，改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就踹烂，我就踹烂。还有走到他，我听到声音了，要死！他怎么刚好在旁边进柜啊？这个在干嘛、啊？等一下，在干嘛？哦，我砍到钩上那一个、欸，哎，哇，哭啊，有点亏。板子杀手。刀这边一刀，因为我赌赢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照到我的、啊？其实我有点意外。啊，我踹那么快，他也可以照到我。当然，我的肌肉记忆告诉我应该要这样砍，但蛮意外的，他竟然照瞎我，蛮意外的。卡住了，人家失误了。有没有台发电机？我们顺便踹一下。哎、欸，哭啊！怎么来这招？练打吧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真是的，受不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附近应该很多人哦，我听到好几个脚步声。来 ，OK， 搞定。哎、欸，这里好多人哦，是怎么了？都不休机吗？附近一堆人来等着下来救人呢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打头？完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有打头啦，我们换条路好了。感觉一堆打头，OK， 嘿嘿，哎，怎么地下？好的，我想说，我这个破板加铁头有没有完美的收了掉他？没有，他有地下，我想错了。反正少了那个 1.5 秒之后，真的有差，刀变得我看不到了。哎，我这个人不错呢，连两次都神板。然后第一次我先心理战一波，没有，他闪掉了，但第二次我就不跟你演了，直接过去。好狠呢，那我们先踹一下这台。还有人呢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刚打头那一个吗？还敢来晃啊！
哦，心脏很大哦。没关系啊，来啊。哎，那你怎么没下板？<笑>原来他不是心脏大，他只是空白键坏掉了，下不了板。他演了我一波，不错不错不错。 再传一波，欸，怎么又有？白痴哦，怎么一堆啊？<笑>吃好吃板的，有看过这么能吃的当当吗？看过这么能吃吗？这边我们直接过板，这样应该有一刀。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一刀。 又是破板，想不到吧？没错，都是你吃破板。感觉少了1.5秒之后啊，现在踹板现行那个移动速度都变小了一点点。 变小了一点点，感觉有点快跟不上了。你们找一下那个尼亚，我刚好又有铁头破板的，再给他一个痛快。<笑> 这个黑妹很敢修欸，啊，很敢欸。不玩11轰了吗？不玩了，因为它更新太久了，了无新意，所以没有很想玩。它如果可以更新快一点，我就继续玩。或者是平衡继续也做好，但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进步是比DBD还低的吧。 没有很想玩，欸，我卡到他了，而且其实假设我没卡到他，有没有？他盖我下来，我也有铁头破板，所以我应该也是可以上到这一招。当下我是不怕板的，欸，好像真的这套真的是来对地图嘞，把这些板子通通当饼干在踩，一个接一块，一块接一块，对不对？ 没板咯，这里还有2块，可惜有没有铁头？欸，又是你，哦，我也还要下板，<笑>因为这边一定要出刀，不能让他提早下。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没有压到我，但就是不好的示范，要给他压。我有破板，没有，就像这样。 你完蛋！哎，好，刚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攻击。哎，刚好下意识防了一下手电筒，呵呵，血烂。对，我平常有面墙的习惯。 干嘛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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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被照瞎，可恶！然后跟他玩一下，然后结果还是被他照瞎了。
我以为他会骗，没有，他就是乖乖的下板，因为后面还有一块板，我以为他会骗一下。 玩不腻耶，我没事，这一套完美 counter 游戏啊！没人吗？ 我觉得应该这里要有个黑妹，还是撤退了吗？因为这台进度调整有点弱下来。哼，可恶，被他玩了一下。 好，这边都没板啦，你的队友都把板花完了，可以吧？压我压我，醉啦！<笑>抱歉啦，又是破板。<笑>这人超衰，这人真的超衰。啊，一场吃了三次吧，还是四次啊？这破板。 别人下的板啊，他都玩不到，啊，然后别人累积的那个能量都吃在他身上，太舒服了吧，尼亚？找地道吧，你们觉得谁会赢呢？以后我们找地道就问一下观众好了。<笑>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吧，对，我找跑痕喽，对吧？我应该要赢了吧？毕竟当这种移动速度快的杀手，找地道应该蛮轻松的 ，OK 吧？ 想被他吓到板，我先往前走，不要给他跳地道。哎，来不及了，<笑>位置时间差、啊，他那个店跑比较快啊，我没办法，我要绕路啊，算我衰，算我衰。 这把好多次意外伤到，对啊，没有这张地图我不太喜欢，这张地图好滑哦。这张地图要练它怎样才不会滑啊？等一下，为我们回溯一下。 有没有？我就说我不喜欢这张地图吧。<笑>再一次，好好玩哦！<笑>好玩呢，好玩呢。这可以，我可以玩一整天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